早餐店的土豆馅包子，你们吃过吗？学会自己在家就可以做。你看这玩意儿包子柔软蓬松，美人。一斤普通面粉，六克酵母粉，用温水化开，开和面，一点点倒水，揉成面团，放在暖和的地方发至两倍大。土豆洗净取皮，切成细丝，用清水淘洗一下，稍微剁一下，不要太小，滴干水沸，放一点葱花，放盐，调和面，辣面，泼上热油，加点胡椒粉，鸡丁，再加点蚝油，搅拌均匀。发好的面呈蜂窝状，案板放食用锤剪，揉面排气，搓成条，飞成剂子。你擦擀皮，我擦棒，放圈，包包子。凉水上锅，上气后大火蒸15分钟，关火停3分钟。蒸烤出锅，土豆馅包子，请大家参考。包子凯迪，美女，再来一半酸，了咋了？